行人係繼續可以循住呢一個警員所在門口的位置啦，係進入呢一個二期。咁剛才咧有名黑衫戴黑口罩嘅男子啦，就同警員有口角，咁聽到一句叫做住口。警員啦就係、是、叫話小心撲親啦咁樣。就是说你做什么杀人，做什么放火，有没有良知这样。咁警员不停就是说没有良心的记者，你只是拍着警察这样。现在警员是冲出了下一层。本身已經是有防暴警員。